疫情当下，福光人热情不减。我们来看的是马来西亚福光啦啦队日前展开的线上的 PK 赛，学员以自创曲跳出活力的舞步，而每一组参赛的人呢，都相当的用心哦，还准备了表演的服装，展现亮眼的一面。一百遍，我有一百遍，我就阿弥陀佛。面对镜头，跟着节奏起舞，大马佛光啦啦队成员透过云端展开 PK 赛，以歌手黄一飞老师创作歌曲《佛光一百万》，跳出魅力四射，展现人间佛教活力。是我有一百万，不分年龄老少，精彩表演轮番登场。佛光菩萨们集体创作，用心准备，换上自己最满意的表演服，跳出动感舞蹈，让这场 PK 大赛竞争相当激烈。因为每一个一出来跳，然后都很用心的挑，而且那个就是你们的那个的勇气啊，然后那个必须加油的，我觉得那个就是参与感。其他人呢，在我的心目中也是冠军，啊，就是一像母亲这样啦，他有十个小孩的话，每个都是自己的小孩，每个都很好一样的，啊，我看起来大家都很好。每一位学员都是老师心中的第一名。大马佛光啦啦队跳出活力，表现最好一面，实现人间佛教给人欢喜、给人信心精神。人间卫视马来西亚任嘉龙综合报道。